塑料。这是塑料。这是塑料垃圾。塑料垃圾会流向海洋。塑料会分解，变成细小的塑料颗粒。鱼吃了塑料，海龟吃了塑料，鸟吃了塑料，鲸吃了塑料，最后人也吃了塑料。为了自然，为了人类，请停止使用塑料。Thank you.